的从第一棒改到了第三棒，这球出手、第一个球就是平飞安打，安打之后高孝仪是上到了二垒。这球有机会了，在左外方向落地的安打，这个安打球很快的可以回来得到分数。陈品杰好停留在一垒上，安打差没有掉下去，没掉下来，没掉下来就会比较偏向于就是比较慢速的一个变速球的一个味道。这球带起来是一个安打，非常扎实的 contact。 高孝仪停留在二垒上，相当扎实。